拍出了，要拍到他玩的，拍出了，他赚很多钱了的，他真的是赚很多钱了的。他们没有从前面看起来，他是不是赚很多钱？等一下，先拍这个重点，一个重点。要去拍了是拍？我拍了，全部都拍了。他是要偷电池的。谁？你看他开跳玻璃盖吗？你看玻璃盖这里给他弹上来。玻璃盖就是那个玻璃盖敲上来，啊，敲上来玻璃盖，那我刚好出来吗？你该等我一下先，然后看到。我在里面看到他了。哦。看住他了吧？看住他了的，我就是看他转很久了，我抱不到他锁匙哦。好歹你这样入阵厉害。他们都在这边，你根本就不追他，就在搞屁。抓到就先录他了，那时候给他跳下去哦，妈，这样高都给他跳下去哦。